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12月26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李一凡。年关将近，过年期间也是公益彩券的销售旺季，但是今年没有抽中继续承销彩券的投注站业者而言呢，真是是一个难过的年关。为了协助明年度没有抽中继续承办公益彩券的经销商不担心转业的问题，市府劳工局特别在26号和27号这两天举办两场针对彩券业者的就业转业宣导说明会，希望可以借此辅导大家顺利转业。市府劳工局表示，为了使公益彩券经销商了解公部门提供的各项服务，特地举办两场说明会，内容将进行社会福利资源、就业服务及创业资源介绍，还特别邀请讲师讲授小资本额创业趋势与准备，希望与会者能深入了解各类资讯，善用资源，进而开创自己的事业。对于我们今年度或明年啊，就是没有抽到那个公益彩券的这个经销商的部分哈，那成长朋友。总共有966位哈，那我们新北市就是做为了辅导他们逐一去拜访哈，那我们也在今天跟明天哈办了两场次的一个宣导会，结合我们社会局跟我们劳工局的相关的资源哈，那如果说他在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个补助需求的部分的话，我们会连接我们社会局的一些资源来协助他们。劳工局表示，未抽中公彩经销商如有创业需求，新北市也提供多元的生障者创业辅导措施，包括租金和设备补助最高可达66,000元的自力更生创业补助，以及第一年利息全额补贴的创业贷款利息补贴方案。那这次没有抽到？没有。那怎么办？就准备做创业啊。转业是不是？对。那今天来参加这个，希望得到什么？就。多点就或者创业资金呐。你觉得这样对你们有帮助吗？有。那就业的部分的话，可以透过我们的身障救护员来协助他们就业。如果创业的部分的话，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方案，比如说我们那个自力更生方案，或者是说利息补贴，以及那个刮刮乐的那个贷款的部分，三种方式来协助他们。那我们也评估了那个我们的一些相关的顾问来协助他们，如果说他们有需求的话，都会跟我们劳工局来做联络。此外，还有46,000元的两年无息贷款用于批购公益彩券刮刮乐，还有每人每年最高10,000元的职业训练费用补助等。另外，有就业需求者，板桥三重新店等三处职从中心有职从各管员提供专业评估以及协助。记者彭强市府上报道。